捐血活动，没想到有民众为了钱母爆发口角，还闹到报警。不要这样子乱的哈，你老人家想的比较明白的。连紫南宫主委都跳出来说重话，没想到就是这个瞬间，妇人又暴走喊提告。妈，我跟你性骚扰，录起来了，录好录好。捐血送钱母变成吵架场面，还原事发经过。捐血，然后叫我们拿裂痕，说这叫证，不给换是吗？你在大声跟我说，现在证不要送，是我吵到他让我换的。他本来坚持不给换的。夫人一次不满，拿到了钱母有瑕疵，换了三四次，仍坚持理论。小姐，小姐，不算，我儿子为了拿这个，现在还在车上。你觉得我们在据理力争吗？从头到尾的都是你们大声。吹毛求疵。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并引情案情。做公益闹得乌烟瘴气，在台中则有学生和老师对杠。班上没有这种人的，会不会有的？还想多？又有又有，班上没有。原来英文女老师课堂上想激励学生，却不小心口误，引发反弹。老师为了学生好，一时心急，虽然确实不当形容，但校方换家说老师没有恶意，盼尽快平息风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